会一起讲故事，险恶杂碎局，奉行道义谁钓鱼，恩惜怨惜一路会喜会疼惜，路见不平拔刀我斩你，斩不过乱换一身空虚，你算什么世道能哭，就是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想跟义父一起过。今天是你生日啊？哎呦，你原谅义父啊？义父呢是个干大事的人，那些小枝小节的事儿我不会放在心里的。没关系，不过你最近表现不错，那今天晚上就算义父跟你庆生，也为我们庆功。来，我们干一杯。这就对了嘛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，要夺天下就先有夺天下的气魄。效忠很好，我的好儿子，你是个很有才华的人，不过义父得提醒你，不要对貂蝉抱有无聊的幻想，他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。你帮义父取得玉玺，赢得全球盟盟主的宝座，称霸天下，这才是男人应该做的事，懂吗？是的。我想回来了。干嘛？怎么大家看到我好像不是很高兴？赵友爸，好担心你哦。对不起啦，害你变成这样。回到家之后啊，越想越放心不下，觉得我有责任要陪你到恢复。
看样子有点怪怪的。这叫怪气循环，我特别上网跟各大教派长老学的，腋下的血管特别多，刺激特别有效哦。还有听说啊，这连中风的人还有植物人用了都会苏醒。哎，哎呦，你不要再耍宝了，小乔，你做的怎么样看都像是在伤害他，好吗？哎，随他吧，也许会有效。哎，会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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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夺命化千骨是以玫瑰阵骨成，我只要小心避开，应该过得了这一关。哎，化千骨根本没有启动，怎么可能？难道他知道我要来，设下了其他陷阱？才是啊！哇！会长，快点！哇！太棒了，会长！哇！身为神，快帮云解锁！对啊，赶快，赶快！哎，这回是真的了吧？说实话，我也不敢保证。一切的过程都异常顺利，感觉是有人在。不是，怎么知道嘛？是啊，有机会就一定要试，绝对要试。但是云要是再受伤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不管了啦，心照已经全残了，不可能更残了啦。解锁器的密码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想出解锁密语，这么就能恢复，我们千万不能放弃啊！到底是什么啊？芝麻开门。还是红红火火，恍恍惚惚。啊？我勒个去！等。够爱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还不够。意气。哎呦，到底是什么嘛？啊！会不会是哪个人一天大便的次数啊？哎，耍傻了你！哎呦，哎，我来试试看好了。索玛利亚是恨意的索，恨的相反是爱，那会不会是爱玛利亚？啊，错了。等一下，你是怎么找到这个解锁器的？对了，发明解锁器的约翰不会让后来用解锁器的人去爱玛利亚。说实话，这也不算是我找到的。我一进去储藏室，一进入机关，没有暗器。保险箱，还有钥匙，难道这又是另外一个陷阱？部长，总部长，有人闯入！解锁器就放在一个保险箱里，重点是钥匙，还插在上面。那
会不会他要用解锁器的人都进入？而且一开始是一个神秘人士在指点我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约翰·艾玛利亚，快停止！不急了，完蛋了，心机了，是你。被小乔打死了，胸口好痛，一下也好痛啊！你这人坏，还装死，装死，装死！小乔，快点把赵云扶起来吧。这次武功真的恢复了，哇，太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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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蛮奇怪的，一般好人没那么好，坏人应该也要更坏啊，怎么那么容易就好了？先不管这么多了，虽然大家虚惊一场，又再虚惊一场，然后又虚惊一场，不过好在赵云的功力总算是恢复了。眼中的你尽是挑逗，拨弄着我心成野兽，压不住的一念慢慢的诱惑，碎的刀的只不过冷落，我默默的接受，强忍着失落，在你身后期望你回头。好奇怪啊，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会想赵云呢？所有依赖在你身边，只为等你默盼，在伤心难过的时候能轻轻我的头，只为享受你一丝温柔，我夫复何求。昨晚上到底是谁偷袭我？哎，你看，赵云怎么回来了？他不是武功全失了吗？哼，武功全失，从外表也看不出来呀。赵云的功力全失，如果我能够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，一招把赵云打挂，在江湖上我就出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请问部长有何指示啊？赵云，你敢不敢跟我一对一呀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还要赶着上课。哟，上课很简单，我跟老师说一声就好。您是部长，我们怎么敢以下犯上呢？那这样吧，我把阶级拔掉。各位同学都看好了，看我这里，我宣布我现在不是部长，赵云打伤我不算以下犯上。这总可以了吧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。你们不要再推拖拉了好吧。我告诉你们个秘密，我其实也是最近
痔疮犯了，失血过多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不对，这什么？我痔疮没有犯啊，我，我没有痔疮，好吧，我根本就。那还是算了，下次吧。好吧，算了。哎，什么算了啦？我，好好好，我痔疮犯了，这总可以了吧？这下公平好了吧？那好吧，公平了。各位，曾总在线了。保重啊，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这场 battle 就我和赵云两个人，你们其他人都不准动手，谁要动手的话，谁就是小猪。OK 啊 ，OK。你也不准帮我，去帮赵云打给殡仪馆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就打。哎，各位同学，这场 battle 李如已经宣布他不是部长了，而且他最近啊痔疮犯了。哎，这句话不用乱说吧？哎，让大家知道比较公平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等一下失血更多的话，赵云不在你家份上哦。就这样，好吧，来。凭什么一拐啊？打 seven 加救护车呀！哎，记得帮他刮屁股壳。哦，好，好个屁呀！快点啊！嘘，别这么兴奋，你这么兴奋会吵到邻居的。三十六计，第十五计是什么？怎么了？哑巴吧？啊！说！调虎离山之计。好一个调虎离山之计！你按着秦王吃蛋糕，明着找人对付我，是吗？养你，养你，你给我往外拐是吗？义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叫对不起吗？这叫背叛！还是你专心点儿，要我对貂蝉下手吗？义父，孩儿错了，不要伤害貂蝉。这没问题，这次呢我可以饶了貂蝉，但千万别忘了要懂得报恩的啊。就是回忆，藏友吧，你可以恢复武力，乔姐，我可是第一功臣。拜托，要解锁器才有用，会长才是最大的功臣。不过会长的武力有那么高吗？还是说他有帮手啊？还是吕布暗中帮忙？
大家不要乱猜了。总之，赵云能恢复才是最重要的。对了，最搞笑的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李如。赵云，恭喜你恢复。谢谢貂蝉。这段时间让兄弟担心了，这份情一定报。姓赵的，兄弟一场，天长地广。赵四啊。你们兄弟感情真好，老师找我拿讲义，我先走了。貂蝉，我帮你拿。我自己可以的。大哥，那你刚提的《三国演义》又是什么？我一定要保护好貂蝉，没见到你也没关系，我只是想靠近你一点就好。我只希望貂蝉的笑容在线，这样子我是真的满足。玉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貂蝉永远都不会喜欢我？这爱